Hey, sikulaiko. Hey, sikulaiko. Sikulaiko.随便弹个调子，他来跳。这是我们的女王。要我们赵小叶上来试一下。好。也一黑一白耶。来，小叶穿的新裤子，你要秀一下。可以绕着小崔转动吗？真的，我感觉小叶跳得好一点，小叶把他的反而都跳出来了。是的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谢谢小青和小白。来吧，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。新入职公司，你发现主管不仅情绪化，而且还双标，觉得骂人就能管理激励员工，要求苛刻，自我优越感爆棚，该不该辞职呢？若是我，我不辞。我认为他的问题不应该凌驾在我的身上。他的问题是他的，我的是我的，我对的是他这份工作，而并不是他这个人。聪明。你的主管通过各种心理控制的方式不停地打击你，让你丧失自尊，最终对上司言听计从。那太好了，确实你没做到百分之百啊。那是我身上出现问题了呀。我没有达到这个百分之百的素质，那为什么你不让别人说呢？哪怕他带了个人情绪，为什么不能说呢？对他没笑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没笑啊？因为士兵将帅王，他已经走到王了，所以他到这儿来是实际上情志装高，他有更大的旗要下，合理的当训练，他不合理的当磨练，他目标就是，哎，我要去下一个更大的旗。我3年前就听过这句话，我说实话，我每学的一个点，我都尽力的记在脑子里，因为我的学习平台太短了，我也后悔自己的那个。文化程度很低，你不用讲道理，你的本质是说我今儿当不了孙子，明天是当不了爷的，你的本质上是你只是来学习，但你遇到这样的人，你是会离开的。我并没所谓啊。基本上，老板骂员工，骂完后面都会说一句话的，或者骂之前说一句话，我是对事不对人的。很大一部分老板，其实他骂人，他真的不是针对这个人。我特别想知道周伟的话是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。他就是赖着不走嘛。不是，我不是他员工啊，合作伙伴更遭殃啊。我们没有说是主管，就是管理你的人，并没有说你是不是他的员工。我没有人主管我，我们是合伙人，平等的。哦，是这样的是吧？平等的也是他做主。对呀，但是人家还是大股东嘛，所以他会尊重股东的意见。所以他这句话说的多么没有脾气。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领导还是老板，只要他双标，这个时候扭头就走，因为双标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但是如果他高要求，然后神经质，然后那个甚至于说一些不好听的话，然后但是对自己也苛刻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事。这就像 Prada 的女魔头。对，不是，我觉得是要有标准的。我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老板整天骂爹骂娘，然后暴脾气。职场上面，公司有规则，但是最起码的尊重，没有语言暴力是绝对不可以的。如果一个老板就是嘴毒，但真心为员工好，只是太苛刻，就看你自己到底要哪方面吧。这没有绝对的标准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回到你的岗位上来，你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很喜欢，没岗位怎么办？你愿不愿意接受现在任何一家现在的教育企业管理公司最低的岗位？我愿意。你都能接受？你要求薪资多少？6000。来，第二轮选择去火流。很好，3家教育机构都留下来了。